不仅缝鞋子这么简单，为什么？我曾经在我那个厨房的门口都有一种蚂蚁的窝子，哇！我放杀虫水什么都不行，哎呦，头痛好几年。后来突然间我灵感出来，就是等那种针切衣服的针车的油来的。咁你将它，譬如说呢度个蚂蚁窝啦，咁你就咁啊。放一点下去，放一点下去，放一点下去，久不久，我相信它一定呢度一只蚂蚁都没有跑出来了。所以我用呢个方法就可以杜绝个蚂蚁窝没有出来嘅蚂蚁，所以不会麻烦到我啦。OK，拜拜。